易烊千玺厦门旅游遭粉丝堵截，得知原因，网友放过千玺吧。易烊千玺是当前最火的流量小生之一，易烊千玺暑假到厦门放松，不料却遭粉丝的围堵，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？易烊千玺和周冬雨合拍的电影《少年的你》里面小北的形象在宣传中就深得大家的喜爱，这个电影将会展现给我们不一样的易烊千玺吧，所以大家都很期待他的上映。易烊千玺不仅唱歌很好听，现在跳舞也深受观众的喜爱，他跳舞很有自己的独特风格，在这就是街舞中圈粉无数。易烊千玺去厦门度假是为了好好放松一下自己，有很多粉丝都说不要去打扰他，多接近他的作品，远离他的私下生活吧。但是很多网友说自己的爱豆就和自己在同一所城市，这谁受得了。不管怎样，希望易烊千玺能有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，以后的事业也能一帆风顺。